这条黑夜帅吧？我的好消息是终于买到了，坏消息断尾了。事情是这样事儿的，这是我自己的黑夜，这是他刚来的时候，我精心养了一年，给养天亮了。亮了也就算了，胖的连皮都推不下来了呀，搁这蓄力呢，没用。而且这个太阳穴是不是也成变形了呀？水塔先生也胖，但是人家可爱呀，最起码这脂肪不长太阳穴上啊，他可好，脑瓜子撑成三角形了。我有车座子了，我不是卖自行车配件的，我觉得不出半年他可能就剩眼睛是黑的了。其实他和妲己呢是姐妹，这怎么蜕个皮能把手指头蜕折了？哦，没有折，柔韧性比较好而已。这个手指的卡皮我们给他拽下来，连蜕的皮都不是黑的了，给你找个男朋友吧。是巨资啊，给他找了个男朋友，却黑呀。就在我去接他的当天断尾了。你是宁可断尾都不跟我回家吗？但是呢，豹纹手工的再生尾很可爱，看像个屁桃一样，所以呢我会得到一个黑粉色的屁桃黑夜。主要是公的黑夜啊，真的太难等了，而且他又长得那么帅。行啊，无所谓了，真的是黑色天鹅绒的质感太好看了，谁能拒绝一个微笑的黑屁桃呢？这黑色和粉色搭在一起还挺好看的，等他长出小屁桃给你们拍。皮卡丘呢最近很忙，皮卡丘相了四次亲都看不上他，第五次成功了。你别说，皮卡丘挺会找的，嗯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继承皮卡丘的大黑眼睛。心里中